欢迎收看老天网球。今天要来试打 Head Extreme 系列 Extreme Tour 新支线黑色系列 Extreme Tour Night。这次改版是 Graphene 360 Plus Spiral Fiber， 增加击球手感的科技。现在我们这里暗黑，来讲讲 Extreme Night 心得。Extreme Night Tour， Extreme Tour Night， 喜欢这把牌吗？给你什么好处？你打起来的感觉？舒服。质量呢？抛物线呢？线传呢？还蛮不错的吧？啊哈。轻松吗？轻松吗？不要很用力打吗？还好。用力打会怎样？很重。喜欢这支牌子的接地吗？给你以前打的牌呢？优势是什么？如果让我去对基友用手拍了，不敢，因为他那个刀，你自己那个刀是另外一种刀。刀锋。对。那你如果怎么球拍甩出去，然后再去跟人打，有像。有像。嗯。像之类的，可以哦。甩起来了。还有什么？有打到人家的点吗？可以。接重球呢？可以。很轻松，回回去，接得到对手的力啊，很好接力，自己发力呢，很轻松，不轻松，不会不轻松，哦，现在来讲可以，打到前区会很爽，没有打到前区呢，你觉得球就软的，嗯。我刚刚有一球就没有打到，球就变软又变紧。那你如果打到那个声音听起来就不好。哎呦，颜色是你可以接受的，颜色好看吗？不错，这都不错。嗯。你只爱黑色。嗯。其他颜色不喜欢。白色。嗯。你不要什么花里胡哨。花里胡哨，他们讲花里胡哨。花里胡哨啊！我花里胡哨。The sound of extreme night tour. The sound of extreme tour night. 来，十六十九，305克，1.98拍面。密集线床的1619。Made in China. Of course. Every racket is made in China. 还有什么数据？平衡在哪里？Balance. 22、23、21。那个是拍框厚度。你不是说 balance 吗？ Balance 写多少？320吗？315。315吗？对啊。315，平衡315。嗯嗯，
还有什么？上面写的啊，念出来。你哪知道？上面不是有念东西，一串是数字。6,8,5,27。嗯，27寸。开框的长度。我还要再念什么？嗯，有什么念什么呀？你刚刚讲九八叛逆。嗯。叛逆与重量。嗯。Headlight。再来。哦，我不知道了。我是老田网球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